感谢主给主做见证。我是群里的多家姊妹，我叫王素英，我来自大陆。我进入这个基督超自然学校这个群是2021年12月24号，是跟王女我们一起进来的。我们当时有三个姊妹，课程学到以斯帖记了。后来吴国平老师单独服侍了我们，约拿书。我做约拿书的时候，由于时间和心态的缘故，我做得很匆忙，也很肤浅，也没紧上时，所以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太明显的经历。后来我做以斯帖记，我紧了3天时，但是也没敢全紧，因为我对紧时是有很大的一个顾虑。圣灵带领我写赎罪状，我当时很伤心，很难过。我边写边流泪，因为我今年信耶稣有15年整了，我的婚姻生活也将近30年了。但是我的婚姻生活给我受到了很大的一个伤害。我的丈夫长期的受魔鬼的一个辖制，他很苦，我也跟着受了很多的苦，我里面也积累了很多的黑暗。我感受不到喜乐。我也感受不到神真实的那个同在，我跟神之间就像隔着一座大山，我里面很压抑。我是在一个传统教会里面受教的，我之前用了许多的总的医治释放、认罪悔改的方法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果效。直到我接触了这个披麻蒙灰的课程，我开始用这个课程来做祷告，但是我就感觉到不一样了。当我做到以斯帖记的时候，我正写出这状，圣灵就临到我，充满在我的里面。我本来当时非常伤心难过，但是圣灵光照我，让我里面充满了那个喜乐，充满了那个平安，充满了那个大光，就让我看见我自己的那个软弱，看见我自己的那个黑暗，看见我自己的那个罪，所以我里面的那些苦毒啊，那些不饶恕啊，就突然都消散了。圣灵的医治就临到我里面就是被基督的那个平安、那个喜乐、那个同在所代替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就是当我烧掉除罪状的时候，我整个人特别的轻松，神同在充满在我的里面，我真的是特别的向神感恩，而且我也看见我的丈夫明显的不一样了。其实我做完约拿书也不是没有什么经历，因为时间短，我没有发现，我看见我的丈夫有很大的一个改变，他很安静。感谢主！我之前的婚姻生活给我的感觉就像掉在屎屎坑里的一样，但是现在我突然就是从坑里被吸上来了，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特别的轻松、喜乐、感恩。里面那些黑暗、那些压抑，就是像大石头、像大山一样，压在我里面的就都没有了。我感谢主，我感谢这个披麻蒙灰的课程。我感谢宝林牧师的教导，感谢家人们的服侍和鼓励，荣耀都归给耶稣。